接宪兵团，赵团长，通知一营，按计划行动。 参谋长，我是叶宇飞，麻烦你叫许东接一下电话。许东跟总部参谋下去查哨了。哦，那你叫老四接一下也可以。老四也去了，那等他们回来，叫他们给我回个电话。好，好的。爸。 干什么去？爸，您非常清楚，我要干什么去。我命令你马上回去。爸，你果然是派许东去救你，你怎么能这么做？这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救出小颖之后，直接送去与你妈妈会合，暂避乡下。爸，小颖现在只是协供，只要咬牙坚持下去，就有获救的可能。 但如果强行武装营救，小颖就会被当作共产党对待，那我将失去所有的营救机会。您这是孤注一掷啊！混蛋！你是军统出身，应该知道特务对付共产党的手段。小颖是你的亲妹妹啊，她不仅是我的亲妹妹，她还是我的同志。小颖被捕，我也很心疼。但是爸，你想过没有，马成峰为什么上门要你去见小颖？ 何林为什么把小颖压在荣战，不转移？又为什么让我亲自去审讯小颖？他们就是想激怒我们，逼着我们去救小颖。他们知道你爱与心切，肯定在张网以待。只要许东他们有人落网，您就会被捕，我和老李也难以逃脱。那时候，小颖又该怎么办？金将军，我认为于飞说的有道理，特务始终把叶雅颖关押在荣战。 这说明他们想引诱我们动手。 宪兵团报告，站外有不明身份的人员集中，终于来了，准备战斗。
长官，我是伊莲，请指示。好，我知道了，马上下命押送，包围可疑人员。明白。宪兵队追上前面那辆车，快！快点，快点！你看看你们，学的什么功夫？一个个像鸡窝一样。马上给我加高！是。快快快！继续啊！快点快点！快点！长官，你们干什么？我奉命检查这辆卡车。快点，快点！这辆车就不用检查了，这是我们保安厅的车。对不起，长官，卑职职责所在。查吧。你们去查一下。是。报告，没有可疑情况。对不起，长官，我们要检查一下哨棚。你说什么？有完没完？对不起，长官，请多谅解。别担心。长官，多谢支持，打扰了，没事。走。便衣藏哪了？爸休息了吗？没有，在书房呢。哦，好。休息。
黄林他们确实是设下了圈套，不让许东他们撤了。好悬呐、啊！岳飞，你们是对的。小影就交给你们了，一定要把他救出来。李正。常会、李真公开表态支持蒋介石的川西会战。散会以后，孙次长还特意代表蒋介石表扬我争取了裴李二人。李先生，这是何故啊？是于飞以我党代表的身份策动裴李二位将军起义，所以敌人呢就联系到你身上了。叶将军，是我考虑不周。我知道你们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，可是不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能够事先通报我？哎呀，免得莫大的荣誉突然降落在头上，摸不清头脑，这戏真是不好演。今后我一定通报。本来我想和裴李两位将军谈话要谈上几次才能见效，可事实却出乎我的意料。兵败如山倒，树倒猢狲散，大势所趋啊。我们不仅要为自己着想，更要为我们的部下着想。我数十万将士被囤积在川西平原，根本没有回旋的余地。总裁的川西会战只能是一场消耗战。眼下时局紧张，补给不易，我们的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都弥足珍贵，都是我们的身家性命。如果我们的部队打完了，我们只能是任人宰割。卑职明白，定牢记长官训诫。谈不上训诫，只是交交心，求同存异，共度难关。二位对当前的形势有何看法？上策，对手歼灭，整军待变；中策，转进西康，借地形与共军周旋。下策是？下策可以不提了，我们只要上中两策。童爷，载洪，愚兄所言，望牢记在心。卑职谨记。好，你们军务在身。不便久留，去吧。是。叶泽鸿公子、叶宇飞以老部下身份宴请裴李两位司令官。叶宇飞只不过是叶泽鸿的传声筒，果真是这个老家伙在捣鬼。他以为给他个弼马温，他就可以管天下了啊？真不知天高地厚。你告诉他，手别伸太长了，当心收不回来。是。报告，兵团来电。你。胡江、宁山。
境内发现共军先头部队，其余有待调查。李特，这儿，蒲江、名山是通往雅安的必经之路。让胡宗南西撤西康，走进滇缅的中侧，就落空了。童野兄，抱歉来迟了。我担心胡宗南生疑，所以啊，在城外绕了一圈。童野兄，怎么了？蒲江、灵山地区同时发现共军的先头部队啊。蒲江、灵山、乐山、内江、铜梁一线，均发现共军先头部队。川东共军已向南迂回到位，切断了我们所有南撤的路线。西北方面的共军也已经压了上来，共军也已经完成了战略部署，随后就会向内压缩，在成都地区歼灭我们。唉，这胡宗南的上中下策也都不存在了。胡宗南的上中策是给他和李文兵团准备的，给我们的是下下策，把我们两个兵团沿着广元、绵阳、德阳一线梯子摆开，其目的不言而喻，就是要牺牲我们，确保他李文的第五兵团顺利南逃。照这么打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条，唯一的生路就是起义。是啊，征战了几十年了，该歇歇。是啊，也已经到了弃暗投明的最后关头了。正如叶剑英将军所说的，不要起义，就及时的起义，过后就没有机会了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与叶雨飞联系，请他引荐共党负责人。请出示你的证件。我是裴司令长官的副官，两位司令长官希望能与中共代表见面。在哪儿见面？两位长官下午进城，约在东门外的悦来茶楼。好的，我身后有尾巴，可能无法到场。那怎么联系？刘安浩，来人问，听说裴司令官有一对家传玉麒麟，能否一见？答：早已遗失。我有一对玉烟嘴，可供把玩。明白。长官冒犯了，给长官让路。巡逻，过来，去跟着。好，
叶先生盼与叶先生老家来的贵客相谈，希能引荐，陪同也李载红敬上。明天我去和二位将军见面。你以什么身份去？我到了茶楼找机会与他们见面。不妥，裴礼二位将军的目标太大，难免有人认识他们。你一个秘书与两位兵团司令见面，恐怕会引起注意和猜测。李先生，明天我陪你去。叶将军，现在还不知道裴礼二人的真实想法，你不能去。如果裴礼二人心怀不轨，宇飞早就被捕了。不要再多说了，我陪你去。就这么定了。城外巡逻。刚才出城的是哪支部队？骑兵团司令部。能借你们电话用一下吗？请随便，在哨棚。我知道。马先生，裴商会的骑兵团司令部派人在城内巡逻，这期间与叶雨飞接触过，我觉得是有蹊跷。知道了，我通知骑兵团的组员留意裴商会的动作。昨天晚上你那边有什么动静吗？有可疑人员窥探，但没有别的动静。尽快让叶雅颖开口。是。不说是吧？啊？说不说？说呀！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行了，别打。是。怎么弄成这样？你要怪不能怪我，只能怪你自己是共产党。不是共产党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是他们让我接的托斯，不定期来跟我接洽。我不是共产党。叶雅颖，你的家人、你的组织已经放弃你了，你现在只能自救。你不说实话，永远走不出荣战的。你就是报复，你这是习思报复。我爸跟我哥哥，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别拿你父亲来威胁我，他要救你，他早救你。叶雅颖，他戏比你哥差多了。呸！你喜欢受刑是吧？好，告诉你，这只是刚刚开始。让叶小姐尝尝老虎凳。是。叶家什么情况？跟你说话呢。叶家什么情况？这是我警告你，不要跟我耍态度。不敢，
就是给我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我也不敢。不要跟我说风凉话，是不是在为叶雅颖伤心？我在为我自己伤心。共同经商，你们在逼我，现在连我唯一爱的女人竟然也落在了你们手里，我真是觉得活着没劲。那你去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说得很明白，你要是活腻了你可以去死，自己动不了手可以帮你。何站长，你想过河拆桥啊？过河拆桥？我还没有过河。叶家什么情况？我没去。你没去？为什么？我是真心喜欢叶雅颖，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的家人呢。很好，那你就好好想想。想想，是你的命重要，还是你的爱情重要？如果我把你是天山的秘密告诉共党，他们立马会宰了你。老刘，老刘，通行证准备好没有？保卫处在催呢，他们让你赶紧拿过去。哎，催什么催呀？这有多少本？30本，应该够了。等到这一天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！笑什么笑？笑什么笑？再来再来！嘿，玩的可真热闹啊！哎，二哥，来来来，一起一起。大哥，咱们的机会来了。啥机会？老蒋要阅兵啊！嘿，说说。这是进入军校的空白通行证，怎么样？行啊，老二，做的挺好啊。我画的地形图呢，来来，快点，老四，你看，好，老二，你这个图我反复看过了，老蒋就像是待在保险柜里头，我们人少火力也不行，强攻肯定不行，是，强攻肯定是不行的，必须巧取，我们想想办法，利用这个通行证，混入军校，从。3号电车，这个地方呢，靠一棵大树，翻过这个墙是一片居民区。这个地方我去看过，为了保证老蒋的安全，这里居住的居民大部分都被赶走了，所以呢，巡逻队一般不会去巡查，很安全。老二，打都没打彻啥彻呀？我告诉你们，要不是我们干掉老蒋制造混乱，就凭我们这几个人，走不到围墙就被干掉了。你看，我们发起进攻的冲锋线，顶多只能到学员卫队这儿，再也无法靠前。我们面前有学员卫队，外围警卫侍从、内部警卫侍从跟贴身警卫侍从，4道防线。背后有什么？校内巡逻队和校外的宪兵巡逻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只有一次性的自杀式攻击，而且必须一击必中。
要不然啊，全盘皆输。不行，这只是自杀，不是攻击。老大你也说了，我们人太少，不可能形成火力压制，根本冲不到中正台阶。那谁有好主意？谁有好主意？我们还有六颗每支攻坚手雷，能不能从外面想想办法？老蒋不可能一直窝在军校里，只要他出来，就算做的是坦克，六颗手雷一样把他轰回老家。好主意啊，好主意啊！那也不好啊，要在路上告掉老蒋，必须完全掌控老蒋的行程，那得精确到分钟啊。还有一个前提，老蒋不会临时更换行程的。在外面干掉老蒋，基本上是属于撞大运，所以呢，我们不能把宝压在运气上。你这画的是啥呀？这是水塔，全校的制高点。能藏得住人吗？藏十几个人问题不大。有主意了，有主意了，把我的狙击步枪放进去，阅兵那天我想办法混进去。不行，枪一响你就撤不出来了。你们所有人给我听好了，老蒋阅兵要从黄浦楼走到中正台，我就用这段时间内狙杀他。老四，你带领所有的兄弟在三号顶外设伏，派专人用望远镜不眨眼地盯着水塔，看到我的信号之后炸开围墙，然后猛烈射击，掩盖我狙杀老蒋的枪声。只要我们配合默契，老蒋难逃一死。我想办法把雷管和炸药放在中正台上。老大，你趁着枪声射击炸药。学员队的学员呢，都没打过仗，他们听了这个声音呢，肯定以为是炮击，肯定会慌乱。那个时候，你就可以撤出来了。好主意，好主意啊！嗯、啊，是，谁还有话说？老七，你说。我没有话说。哎，我枪怎么带进去？这样，老大，报告。进。站长，叶雨飞来了。把叶矮影的审讯笔录拿去给他看。站长，真的要给他？怎么了？是，这不是找吗？进来，先吃。叶副站长，这是什么？这是站长让我送过来的审讯笔录。罗站长，我不希望再看到这种东西。你是荣战副站长，这是你分内的事情。案件还在侦破阶段，我是亲属，按照规定我应该回避。你是不是想激怒我？我激怒你干什么？让我做出一些出格的事，对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妹妹的事儿，我家里人态度非常明确，如果她真的是共产党，该怎么法办就怎么法办。但如果诬陷她，回去总裁那儿告状。我不会诬陷任何人。何林，马先生告诉我们要精诚团结，而你
怎么了？这是，他们刚刚审查完我。伯父，小影回来了吗？哎，不过小罗，你放心，现在各个方面都在营救小影。营救？对，现在大家都在想办法，保小影出来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小罗，我要到东门去见个朋友，你伯母又到了青城山去住寺了。 放松，放松！不要你放松，都要了。哎，长官，这小本生意，这些够了吗？够了，足够了。记住，我们自备茶叶，用你们的水，我不要你们的人上来，千万不要上来。是是是是，局长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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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马上，马上，你稍后。 二娃，二娃，哎，快过来！哎，啥事儿啊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，啥事儿？赶紧把那两个美国热水瓶给我里外洗干净了，上好热水准备着啊。等会儿你就在楼梯口给我等着，不叫你千万别上去啊！没啥，哎呀，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快进来！嗯，好，好，好。我是何林，我是洛仁杰。为什么不用专线？ 山坡开满山霓虹，恋人拥抱，朋友欢笑，我相信那天他不会遥远。妈妈和爱人，请祝福我吧，想我的时候，请你微笑吧，艰难和苦寒，都只是。
磨练，过完了严冬，春天就来山坡开满山霓虹，恋人拥抱，朋友欢笑，我相信那天他不会遥远。妈妈和爱人，请祝福我吧，想我的时候，请你微笑吧。都只是磨练，过完了严冬，春天就来了。